最后，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，是回楚国；往西，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 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，香儿选东南，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皇公子。 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皇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今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房写七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 光这个“马”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、征土地戎、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，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 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 Thank you.
姐。